你满脑子龌龊的想法，你昨晚什么都没干，就是吐了，吐的身上到处都是，衣服我给你洗了，还没干，那个赶紧把这个穿上。想起来了，啊，我是为你挡酒喝多的啊。哎，只有这个款式吗？没别的选择。哟，你可以选择不穿。晚安。快点啊，6分钟吃饭，3分钟回家换衣服，10分钟之后一起去公司上班。嗯，那还有啊。 嗯，这是一碗醒酒汤，胃不舒服，这里有胃药。你喝过做醒酒汤的？20块钱买的。再怎么说，我这也算工伤，你这点福利呀。要不给你加2000块钱工资？好啊。还有4分钟。整天活的跟闹钟一样，乐趣。 谢谢。好酸呐！你昨天大半夜的把我放到你这儿来，你就是居心不良啊！哎呀，大姐，我能把你拉回来就不错了。你看你吐那样，吐的满哪都是，就跟马路边的醉汉似的。还说我居心不良，就那样，我要是能下得去手，那我也太重口味了。 你说谁是醉汉呢？你不是醉汉，你是泼妇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哎，对了，我手机里还有你吐的那个照片呢，我要是发给媒体的话，是不是赚大了？好，<笑>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就当是在网吧壳里睡了一觉，我现在就回去好好洗洗我的晦气。哎，火锅。 国王，哎，别看了，我回去了啊。你不回去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还没有人，我穿成这样让人看见，我怎么想我呀？ 需要顾虑这个的是我吧？哎呀，你没事儿，刚来几天，大家对你人品不了解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呦，小郑，你这衣服啊，生毛病了呀？还好了。这件衣服很好看的嘛，新买的。谢谢啊。郑叔，把你的新衣服拿过去。 楼下等你啊，快点！不是您想的那样啊。放心，阿姨很开明的，年轻人嘛。不过影响还是要注意点的哦。 反正我不收你房费。哎哎。
昨天已经摊上大事了，如果今天这个发布会我再不去的话，我会死得很惨，公司一定会封杀我的。你也不想看到我这么惨，对不对？这不够诚恳的。哎呦，行，哎，是不是？好，嗯，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把手机号给我，因为我给你发微信的时候发不过去，你肯定给我屏蔽了，对吧？小意思，给你。不就电话号码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是不是？好。什么时候成大明星了？洋洋，唐行吗？唐火火在哪里？唐火是谁呀？继续拍。大家辛苦了，之前工作做得不错，我们的初步方案已经通过了。先别放松啊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现在主办方呢，已经确定了承办单位是唐氏集团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止一家，而且实力都非常的强。我说过了啊，这个项目我们必须拿下来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郑卓，郑卓。没问题。进来。这个，苏总。关于唐氏集团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您还记得唐果果吗？唐果果，就是想弄死我那个吗？啊，对。啊，不。说重点。啊，重点是，他爸爸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哦。哪个唐氏集团？还能是哪个呀？你确定？没有另外一个唐氏集团吗？我倒想呢，没有。事儿啊。好，这事儿哪儿好了？当然好。郑楚啊，我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一会儿告诉大家全力配合。不，苏总您误会了，我跟您说这些是怕这项目出意外，我不想当什么负责人。哎呀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于公于私你都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不，那肯定不合适，这不符合流程，我就是一个旅游体验师，我没有带过团队啊。我正因为你是旅游体验师，对酒店的业务最熟悉，也便于你跟唐氏沟通啊。您看啊，很可能同事们会不服我的。谁不服你，我摆平谁。一个星期搞定。一个星期，搞不定我摆平你。OK。接过一下。苏总，看好你。唐氏集团可是我爸一手把持的，其他的人基本上插不进去手。哎，我不是求你去跟老先生说直接跟我们合作，就是帮我们约他出来见见面。你也知道要跟你爸见个面很难的。哎，找我是找错人了。要我说呢，本来是要成的事都会被我说谎，你还不如去找果果呢。可是我……行了，你听我的，去找他。我有病人，先忙了。
请进。谢谢。是你？你就是推荐镯子的那位。嗯，你是医生啊？是，你先坐吧。哎，啊，你好，唐医生。这个是我爸爸的病历，还有一些报告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我爸爸这个病严重吗？他什么时候昏迷的？3天前，他说他胸闷，心脏有点不舒服，我让他来医院，他非说是老毛病，在家吃了几片药就好了。目前来看，是因为心脏血管狭窄导致了供血不足，所以才会有胸闷、心绞痛等症状，但已经出现了短暂的昏迷，这就说明病人也有了心梗的危险。心梗的危险？唐医生，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，一定要救救他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会先开一些药给你爸吃，等他感觉舒服一点，你把他带到医院来，到时候根据检查结果才可以决定要支架还是心脏搭桥。不好意思，唐医生，我刚才太着急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我应该早一点带他来医院的。那如果手术的话，会有风险吗？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，不过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我会安排专家一起会诊，拿出一个最稳妥的方案，你就放心。谢谢。唐医生，我公司里还有点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爸爸的事情就麻烦你多费心了。你就不用客气了，有什么事来找我啊。好，谢谢您。